在金边酒店一楼有一家开了20多年的老牌中餐店，听说洪森亲王跟泰国前总理都来吃过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你们看这满满一桌都是硬菜，建议你们一定要空腹来哦。他们家装修古典大气，大包房可以同时容纳16个人用餐，室外停车位也超足哦。菜品以粤菜为主，厨师都是有着20多年经验的广东人。我今天来可是做了不少功课的，向网友们强烈推荐了这个特级鱼翅煲。这个是我们本店的招牌鱼翅，经过24小时的熬制的高汤，加上10多种的肉类喂出来的一道菜。干鲍做的海黄鲜鲍，还有我最爱的乳鸽，都得通通安排上。这个鱼翅吃到嘴才明白什么是招牌。它的汤底是真的很香醇，鱼翅骨膜相连，入口柔嫩软滑。他们家乳鸽每只分量都是4.5磅，你看就跟我的手差不多大。他们家其实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脆皮做法，然后他们的灵魂呢就是这个酱汁，是老板特地融合了本地的口味，用的柠檬还有黑胡椒调的酱汁，大家一定要来试一下。在他们家隔壁还有金色年华的 Club KTV， 还有豆捞火锅。新年将至，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啦，赶紧跟着定位过来看看吧。